首先，我们由 Micron 美光推出的 Crucial X10 Pro 外接式 SSD， 这是一款不容错过的高端选择。其传输速度惊人的 2100MB/s， 让您的剪辑及资料处理变得相当流畅。再加上256位元 ICE 硬体加密技术，不仅有效保护你的资料安全，也适合专业人士使用。简约的外形和轻便的设计也使命令这款产品非常便于携带，因此如果您在寻找高效而安全的解决方案，这款外接 SSD 绝对值得入手。接下来是 WD 威腾的 My Passport Ultra for Mac， 这是一款专为 Mac 用户设计的外接硬碟，它直接支援 Mac 系统的备份工具 Time Machine， 能够随插即用，让您无需烦恼格式化问题。这款硬碟配备了云端资料快速汇入的功能，使得档案管理和备份都变得轻而易举。优雅的银色金属外观也完美融合了苹果产品的风格，非常适合追求美观及实用的用户。第三款是东芝的 Canvio Flex Type C 2.5 寸行动硬碟，这款产品以其卓越的兼容性赢得了用户的青睐。无论是电脑还是平板，只需插上 Type C 接口即可迅速连接，非常适合随身携带使用。它的雾银色设计成熟低调，不仅耐用，还能让使用者在显示自己科技感的同时享受便利。如果您需要一款能轻易适配各类设备的外接硬碟， Canvio Flex 无疑是明智之选。